敲锣打鼓传来，民众张头探脑，这排队人潮不是赶庙会，而是抢买蛋黄酥。一早人就从门口蔓延到马路，这是彰化知名蛋黄酥店盛况。不过排这么多人，店家却不开门，因为告示写因应中秋买气，更改限时策略，早上不开门，下午两点半再来。但这一招没效，管他大太阳，人潮躲骑楼、挤马路，男女老少都有，都为了抢号码牌。你有开店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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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。从那边拍走了，幸亏没到到九月拿到，到时候两个都要有。一人一张限购120颗，每颗40块，有人转手一盒赚250块差价，每天多排几次，以前传闻一天赚到2000块，更多人全家出动一起赚。不过这可苦了居民，店家位置在彰化车站前750公尺黄金地段，人车汇流都卡到公车站。公车有公车啊，公车，哎呀，因为无叫时间排排变出来，多少了？但是对生意也是有帮助的。危险的还有人潮四处流窜到巷子内，不止公车，也怕机车钻，更怕车祸。会加强周边道路的巡逻，那发现违规停车会加强的来告发取缔。警方取缔之余，如果有纠纷得自己承担，毕竟你要去排，违规就得照法办。三立新闻许淑伟、傅嘉庆、彰化报道。